级版，它的名字叫做金丝面。金丝面呢，它主要是以高筋的面粉、鸡蛋黄和一点点盐制作而成的。我们的金丝面总共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揉面，我们要把面团揉得非常的光滑。在揉面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做三光：手光、面光、盆光。金丝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擀面，我们要把面皮来回来回的擀，擀得厚薄均匀，薄如蝉翼。这就是提前擀好的面皮，把它放在纸板上面，它能够透字的。这个面皮看书看报纸完全没有问题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